周孝正先生在里边化妆，他已经在化妆里间里半天了，估计尿急、尿频、尿不净。哎，哎，前列腺这个嘴厉害，下边不一定厉害。啊，他们都在等化妆间里。人家这么说的啊，说想当初豪情壮，顶风随便吃十丈，现如今中了邪，顺风使劲滴的一鞋。你看现在都是生动写照，就是老先生现在是那个叫是这就没事吧。准备破门还是准备行？不是，他前年就在地铁摔了，你看脑子都缝了，就。哟，脑子缝好几针，脑子骨这块。哟，真的没事吧？没问题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打一针胰岛素。哎呦，我打一针啊、哦！我还以为咋地呢。没有没有，都很担心你。因为来，你坐下，大家才能入座。我就是去年那有点血糖高，打一针胰岛素。哦。早上一针，晚一针。您上手，上手。上次我老伴儿来，就是说你要去那个贸易室那个生日。世界华人第一冷砍子周孝正，第二冷砍子郭文贵。